什么是人才？我个人看法就是他的影响力很大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要能把一件事情办好，有时候一个人力量是有限的，我们都是要用一群人的力量。当你要用一群人的力量来达到你的目的的时候，你就必须要有一定的影响力，你必须要是一个领袖，你必须要是一个领导人。所以对我来讲，人才就是领导人。必须要往上走，我们责任重大，我们的责任重大啊。那么我们要服务的人很多，虽然我们做得很好，尤其是最后一个月，就是三个月，好，我们做得非常好，三个月是我们有史以来最高的一个业绩啊。好了，都知道我们是要去哪里吗？可能在还没去之前，好，给你们看一下，给你们看一下那个样子是什么样的。
分担什么样的职位，跟那个职位本身是无关的，跟你是有关的。你想要去学另外一样东西吗？或者说你想要在这边发挥你真正的潜能、真正的能力吗？然后做完了过后，你很有很大的成就感吗？这才是最重要的。这个垃圾桌是我们的副总裁、三位总裁这样拿出来给你们的，那个数字是不小的数字。再一次的感恩你们，好，在过去一年的贡献和付出和牺牲，好，给你们自己一个掌声。